它也是红色的，好，也是红色的。他手上拿的是甘露瓶，结的是钉印。他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他的手印呢，是法界钉印，法界钉印。这个另外通知大家，中委会号召全球弟子举办请佛住世大法会，彩虹雷藏寺被选为第三场主要带领的道场，阿弥陀佛会供大法会将在下星期六，6月24日星期六早上10点准时举行。法会现场有网络直播，欢迎大家踊跃亲临参加。哦，6月24日，还有6月25日。啊，都有这个法会。就是长寿佛。啊，长寿佛我们也祈求。啊，不只是长寿而已啊。还要健康。啊，长寿一定要加健康。这样子才可以。如果长寿不健康，那就是很痛苦。哦，应该是长寿健康健康佛。